国内今日新增加245个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，其中240个是本土病例，5个是境外600个。然后有两个事务，本土个案都一下累计1120个例，正式超过境外600个个案数1086个，国内确诊者累计2660个。国内武汉肺炎疫情近日更厉害，已经连带新年本土个案超过100个，初步也只有37个学生确诊。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今天宣布，对调岗的意思，全国各级报告停课到5月28。二批后头嘅外科医学费好少全头班嘅毕业，加入政府成立嘅沙期资金站，共建作业，强化了抗疫。以后已经有328医生愿意参加，每鼓励一届强化了奖金，强化外国疫情。送别提升到三级警戒过后，众多民众疑似外送服务。全国外送产业工地储备地今日发声明，呼吁政府应该推出外送点先来做揭秘，外送平台但请开放无接触的配送列表。澳洲的经过今日拥有防疫限制过后，有民众南疆下航空去酒吧同体育馆夜到，其他身体场所的影响，美国麦多多的拥有限制措施。不过澳洲众多国家在认真本土疫情高企起来，遇到新的挑战。